金针菇、青菜都变礼服，范冰冰大赞可爱。OK， 一秒之内变格格。是第一台湾有 hold 住姐一秒变格格，泰国网红更厉害。这件范冰冰的堪称战袍，她青菜缝一缝，拿个平底锅当手拿包，就有87分像。走完红毯还能直接煮来吃，超方便。这招可是连范冰冰本人都认真。哎呀，就连蕾哈娜的巅峰之作耶。连他的同校女性也创意一波。为什么两眼说笑不见了脸往下啊，因为榴莲都在你身上了啊！打开他的冰箱一看，吼，隔着荧幕都能闻到榴莲味，连洋芋片都能织成外套。他的创意服装不止入菜，还放进生活用品。